我一定要讲水的这公疗增加，即马是真流行。按过美国上新的研究指出，用来和这个顶管固定的这紫外线公疗机，长期在照的话，恐惊会增加得到皮肤癌的风险。毕加索加请假收出好看的外形，上来加更加材料半叠请假，搁再用紫外线顶中口罩三个盖，双手撑出来就比得请假。亲像这位夏小姐，平均一个月就会和家己请假换新的图案。一个月左右换一次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也可以撑更久，可是也不一定，有时候想换就会提早换。经过可以当冻固的光疗请假，最近是正时件，而且材料正特别。使用去口医生拨出去专用手架，必须爱用紫外线电照射回电器。也毋过，比较上新研究指出，用来光疗更加固定的紫外线光疗灯，长期低照，恐会增加得到皮肤感染风险。效果其实都差不多，只是在于就是让他们晒干凝固它而已。LED 的话大概是30秒，然后紫外线大概是2分钟。我们是黄种人，我们对于紫外线有一定的抵抗力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不是一两个礼拜就照一次的话，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医生讲，皮肤感有真大因素是来自不落地特定的紫外线光。在做光疗之前，应该先在手抹防晒霜，会当避免皮肤直接受到强烈紫外线照射加速老化。医生也提醒，不论是增加油，也是采用光疗等技术，对增加甲皮肤加减拢伤害，唔好为了一时的水，所影响到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